来，杜雨欣一个人吃火锅，嗯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爷爷给你做的这个番茄火锅，烤鸡牛很烤鸡，很好吃。嗯，你跟你妈妈聊天了是吧？对呀。嗯。我们快来中午了。是吗？嗯，我放假的时候她都来了。你放假的时候？放暑假是吧？应该是，我不知道。嗯。她都是一个礼物，她不告诉我。嗯。那你跟你妈妈聊天吧。嗯。Cosas de España preciosas, ropa, regalos, peluches, todo. ¿Te sientes como mamá? ¿Ah? ¿Te sientes como mamá? 你像都像，我也不知道你像我还是像你妈妈，我也不知道。忘反思，我像我妈，我像。那你问吧。你可以问吗？你问你妈妈。你问你妈妈吗？妈妈有在巴拉克地有吗？有吗？巴拉克米爸爸。哎。有在巴拉克，有在巴拉克地有吗？巴拉克米爸爸。嗯 ，yo creo que te pareces a tu papá un poco, pero la belleza es mía. ¿Por qué mi papá no es feo? 啊，行，我废了。嗯，那我。我不好看，那你别说我啊，杜雨欣。啊，你这样说你爸爸。对呀，我就说我爸爸。我来过杜巴的，阿贝拉没有，这里的人不罗的你。阿贝拉没有。嗯。好、啊。你吃饭吧。好好吃， okay. 多吃点啊。OK。嗯。你开心就行，你妈妈来看你开心就好，是吧？嗯、暑假很快了，7月18号就应该放假了。Cuando estén vacaciones, ¿cierto? En julio, mejor que sea en junio. Junio, 7月份，七月。Julio, 嘴擦呀，把嘴擦干净。Julio还有几个月？今天现在5月份，还有2个月吗？还有2个月。多吃点肉啊，好吧，嗯。行，那你跟你妈妈聊天吧。嗯。好。嗯。对啊。gordito bello。都让你妈妈跟你妈妈老公一块儿来中国来看你，对吧？对。嗯。ve aquí。哈哈哈。patita。好，你吃吧，对行。你看我妈有一个头。什么头？Tengo que cinco. Saluda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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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ile hola. Dile hola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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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ile hola. Ni hao, ni hao. 你也有狗，你有两只狗狗。你有洛丽、茉莉。我妈也有两只。好好，吃饭吧，吃饭吧。啊。杜雨欣，你别光聊天，边吃边聊，知道不知道？正在做。啊。就那个肉涮一会儿就可以了。吃完了，肉没了。听对象说话的听。对啊，杜艾丽娜听姐姐说话了。杜艾丽娜也想吃火锅是吧？嗯。嗯。真的是那个杜艾丽娜现在好多了，舒服了是吧？怎么了？怎么要睡觉吗？他跟他妈妈说话，我妈。没事，我陪你。哇，今天好热，是吧？嗯，看爸爸，你会说西班牙语啊？你没给他说话，西班牙语。我没跟他说西班牙语。杜雨欣也没给他说话。要先把中文学好，对、嗯，学完中文了，然后你可以教他那个俄罗斯语。嗯、
我给他说，乌克兰语，我一直给他说话乌克兰。我不想玩这个游戏。好好。那个我妈妈给他说俄罗斯语，我给他说乌克兰语。都想跟他妈妈说话。对啊，都想。你妈妈拿来中国，你可以认识。最好不认识。为什么？我不想。哇塞，咱有老公，你有老婆，你有别的孩子，你不是他妈妈说话，我不太喜欢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嗯，我不喜欢，知道吗？因为你又听不懂，我不喜欢，知道吗？你的脸怎么了？有点红。没事没事。嗯。他说我不换吗？没有没有，就是说一些东西我不太喜欢。到时候我妈上次到中国都姓北姓。哎，但是这是说的，知道吧？到时候来了再说。因为到时候又有什么情况来不了，到时候杜雨欣又失望了，我是担心杜雨欣失望会哭，你知道吧？呀，他说了，就是他现在说了他可以来，哼，杜雨欣开心。他说要再买只狗，我是不同意的，是吧？啥？杜雨欣想买狗？就是杜雨欣想再要一只狗，然后的话。三只狗吗？对，我说不可能，那个，对，咱们家里面现在已经两只狗了。掉了。如果你买还要一只狗，我错了，我被多领了，我找别的地方住。我不要狗呀，我说不要狗。这两只狗的话，其实我们在这儿没有地方，很这个房子很小。对啊。如果买别的东西，真的很小，都我们的东西很多在那个在地下室。地下室，对啊。不买，是他妈妈说给他买狗。妈妈说了。对啊，杜雨欣想要狗，他妈说来中国给他买一只金毛，金毛那么大，不可能呢。他妈妈被这个金毛休息败了。不是因为杜雨欣上学，如果买狗的都是我们照顾，我们没有时间，肯定不会买了这个。好吧，你要睡觉了吗？对，丽娜。你自己要说不要买，我肯定不买，你放心了。不是你说，你给他说，你给，你发给他信息，不能。没有没有，他来不来还一回事。不是，那个狗不在这儿住，如果他买了。嗯。我们有小孩子，那个萝莉有太多了嘛。对啊。我现在一直输惨了，特别不好。好，想睡觉了是吧？对啊，丽娜。好。累。要睡觉是吧？好。行，那你们睡觉。不好意思。睡觉吧，睡觉不管。好，他要睡不着，你叫我，我来抱他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嗯。好。杜雨欣，还没吃完了没？没。我要再给你加点水吧。好。爸爸。你说，问一个东西，我妈来的时候在北京，对不对？是，那我妈不想来洛阳，那是送我去北京。爷爷奶奶可以送你去。爷爷奶奶。对。用站线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可以坐火车去。我不想坐飞机。坐火车就行了。嗯。好吧。火车多少？火车四个多小时就到了。四个小时。啊，四个小时。高铁就四个小时，飞机一个半小时。那就。别坐飞机是一个小时啊。坐飞机一个半小时。别坐，因为我妈非要叫我坐飞机。坐火车就行。嗯，高铁，坐高铁。El tren solo es cuatro horas. Tres horas. Una hora media. 没事儿呀，杜雨欣，说是有啥了？坐火车方便，你坐飞机还得在机场等很长时间，对。不用。有。没事，到时候爷爷送你，好不好？train 好，你只有飞机，对 train 对，叫高铁很快的。Solo cuatro horas.
好好好，到时候你去北京，到时候就行了，好吧？嗯，好，你就聊天吧，我去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